是什么情况啊？我不知道他们在，哎，他们在玩什么呀？谢谢将冠无闻的520，在这里不聊天有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，耀天鞋？旗袍呢？我拿过来扔你脸上。六一快到了，吃过肯德基吗？为什么问我吃过肯德基吗？哦，对，你们不是要加好友吗？让我先删一波好友。今天人少了点吧？没有吧？我不是一直都稳定的这么多人吗？要过六一节，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头发变长了，就是，但是还是没有很长。好了，你爱我，谢谢，看了也不说个再见，什么意思啊？谢谢白仔的111个鱼丸，我能吃13斤。我晚上有点害怕，我不想那个什么，我就还是多播一会儿吧，毕竟这么久没有播。你就睡觉了，拜拜，商贸公司。太困啊，你是我昨天没睡觉啊？对啊，咩咩是妹子，咩咩
咩咩急腰了，你千万不要剪啊，你相信我，你大不了嫌热你就把它扎起来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剪。这个 GIF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放给你看的，我要一直提醒着你，时时刻刻提醒着你，剪了之后一夜老十岁。Hello 陈情，开个房就加进去了，但是我得先知道有没有人在玩啊，没人在玩的话，没人玩的话，你看现在就黑暗骑士一个人